时间孕育了什么，以及两个不同的平行时空，无限浩瀚的宇宙，我们能看到什么？相爱的两个人，无论相隔多远，都会跨越时光的洪流相遇。张一博，张一博，张一博，别再跟着我，我喜欢你，我不喜欢你。张一博，你是不是仗着我喜欢你，就对我随心所欲？我是个人，不是你的玩具。我不想我的感情变得这么廉价。你这般的人让我为之颤抖。我还在爱着你，实在放不下的爱。你觉得我们会分开吗？会不会分开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的是，我不会主动离开。如果有一天咱们俩真的被动分开了，我有他呀。小姐，喝点什么？给他来一杯遇见。